哎呦，桥牌是想念，想念好兄弟。我们今天在桥上在画完，在哭的乱七八糟。对啊，刚刚在哭。有拍过，有一起拍过电影，应该更有感。我刚刚太多事情，知道吗？我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的歌突然间都会出现，他都一直陪我们玩，知道吗？请你们抽签，两两一组，抽一个十二生肖，去找指定十二生肖的路人，在你们叫左营搭高铁，最快到高铁那一队，就可以获得6000块的车钱。哇塞！是老虎，我是老鼠，我是狗，是车停在那边的停车场。那你们几个人啊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七个人，两台车吗？两台车啊，好，你们想一下，那你先回答我，你的生肖是什么？猪。猪。那我可以拜托你们吗？带我们去左营拜托。拜托哦。然后，你们在这边等他好不好？从哪里来？台中。台中哦，台中哪里？讲一个地方。我姐姐是你妹妹的妹妹。哇塞！那还不帮忙？不帮忙，台中人要帮台中人嘛，拜托啦！站起来，站在你姐，站在我妹的头上了，我们要找到这个主流或者是猪的朋友，才能载我们。对，对，就是只要你们车上有一个，拜托了啦！怎么称呼你？嘉轩。嘉轩你好，可以吗？拜托拜托，你看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已经很快找到了，你愿意？我是要感谢我妹妹吗？感谢你姐姐。妈妈是我的体育老师。哦，哇塞，超巧的，真的。这个缘分，刚刚好，太巧了。我妈是当体育老师。这个缘分也太巧了吧！原来我长这么大了，我还要看我妈妈。快快快，我们要快点进行。谢谢谢谢。印象印象，哎呦，真的，哭笑不得哦。为爱可以收割，你全对的。说什么 ？Baby no no no。一起来喽。笑不得，我要能如何走过你有几年陈家声，来哦，笑不得，唱起情歌才能深刻感受到我真的哪里没辙。哇，还是专业开车啊，好好听啊，搭车的人。你们这一队有谁啊？我们这一队就是还有昆达跟普希。昆达，为什么我们在昆达？嘉轩，没关系，你这样讲得很好。对，我叫昆达，可以拍，应该还可以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我们赢了，跟昆达舌吻都没关系。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因为嫂子去拍戏一阵子，嫂子不会看到。对，我会先尽量让你们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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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对，我相信这台车也可以很。可以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谢谢你哎，对啊，因为我也是王粉啊。是，啊，你朋友是叫什么名字？玉祥，对。啊，你玉成，对。啊，他是你哥啊？不是，我们是朋友。我们是朋友，然后我们感情很好。哦，是哟。对啊。而且我们昨天才从屏东回来而已，也是骑机车。哦，是。现在几岁？我现在24。24就是跟我当初一样有这种热血啊。真的。就是热血一波啊。对啊。才是王道啦！所以，我妹是你姐的同学，国中同学，西苑的。哦，我也西苑的。对啊，我是西苑。那你姐怎么没有一起来玩？你姐嫁人了吗？对，她已经就是要有小孩。哦，所以你姐，你老婆是我大姐的高中同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哎，你怎么跟他们家人的缘分这么深啊？太深了吧！真的是天选之人呢。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就是这样注定的。我的老婆还是你大姐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像你们在露营，如果遇到当下自己不敢做的事情，真的要做。只能做。好痛！好痛！跳啊！那个我是真的从来没有跳过，但就是在湖岸大献出了第一次。好哎，好羡慕哦！我在做肉体。我一完很大。哎呦，桥牌是想念，想念好兄弟。我们今天在桥上在画完，在哭的乱七八糟。对啊，刚刚在哭。有一起拍过电影，应该更有感。我刚刚太多事情，
知道吗？我们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的歌突然间都会出现，他都一直陪我们玩，你知道吗？很生气，很生气。是我们已经快要到了他的歌错了，快完成今天这个任务了。是来接他的。自己的行李，行李，行李。我们最快了。真的吗？第一名。第一名啊！你第一名吗？我们是第一个上车的，对，因为我早看到你们了、啊。我们是第一个，你们很快耶，我们很快，应该是全部的最快的。看看他们开多快，他好像是他开什么车？什么车？嘉哥。嘉哥，原来是我的错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人家已经。看到你们真好，看到你们真好。